是熊熊熊。今天无墨之城的地狱又重开了，然后听说关卡全部都改掉了，然后成就是队长战友为神主，我现在解双成就的队伍。队长战友有神族，然后队伍有三种族以上。原本是想先边放音乐边讲话，可是上礼拜音乐每次都盖住我的声音，所以这次就不放音乐了，就纯粹我的声音这样而已。第一关就先洗洗地了哦。打太痛了，没关系，重点是直接先跳起来，还有六回合。没有音乐，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无聊。要我一直讲话，我怕我会分心。对，五三，洗一下，洗一下。啊，按，哦，差一点，一回合，打掉了哦。异界龙打异界龙，刚刚那只的防御是60万，血28滴。是木属、光属，好，没关系。我好像没消到全体。哎呦，我消全体吗？啊，卡住。异不顿，延续开下去没关系，再开个双指，够多了吧？那个，多一颗心，他血就15000，对，给他补了30000。王冠就是。他现在血大于60%，所以不能一波带走，就慢慢打没关系。60%的位置大概差不多了，等一下再打一下好了，保险一下，这样子。好了，这样绝对没有60%。开好玩的，龙壳龙壳，这个龙壳太久没用了，有三个技能就好，带走喽，
地狱级双成就结束。这次地狱级真的蛮简单的，没什么难度。当然也会有临时抽队伍，各位期待吧。分享一下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算了算了，排行榜看一下。果然有埃及神，对，也是双成就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双成就，800万啊，先这样。